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初期，当时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政治上采取两面派手法，表面上伪装进步，并要求中国共产党派人到新疆帮助建设，实际上他是个野心军阀，企图利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进步力量达到他长期统治新疆的目的。穆特利，今天晚上你是怎么了？你诗做得这么好啊。哎，八海，你做的诗也不错嘛。你看穆特利夫他们，穆特利夫，穆特利夫，陈华，穆特利夫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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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国际好，国际好，你好，国际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国际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国际好，国际好，国际好，同学们，让咱们唱个歌好不好？好啊，唱啊，唱，来，快干嘛？唱什么？红日照遍了东方，照遍东方，自由的人在东京的城。吴先生，我真替您高兴啊！明天圣督办就要接见您了。我只要见到他，以后的事就好办了。吴先生，您可不要太性急呀。有关重庆方面的事，还是先不要提。看起来新疆的环境很复杂呀，说不定在督办面前。共产党的耳目，就是就是，请。老爷，你可怜可怜我吧，给我一点吃的吧。老爷，你给我一点吧，可怜可怜我了。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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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在金主的份上，你可怜可怜我吧。老爷，老爷，你可怜可怜我吧。老爷。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叔叔，哎，你放，你怎么能在这儿睡觉呢？容易得病啊，回家去，走。穆特利夫，走吧，快走吧，你看天这么晚，学校都要关门了。你爸爸呢？叫财主打死了。妈妈呢？你怎么办呢？利夫，你越来越无法无天了，你竟敢把这个野孩子带进学校里来，一个穷要饭的还想进学校，太不像话，快把他弄走。他连家都没有，你让他到哪儿去呢？啊，这我就管不着了。先让他在学校住几天，我们大伙替他想办法。你说的可倒容易，
这是学校，不是孤儿院，把他弄走，要不然的话我就把你开除。主任，这样做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现在是代理校长，我就有这个权利把他开除。请问哪位是左龙先生？干什么？哦，原来是杨校长，真没有想到，杨校长您来得这么快。请坐。怎么回事？同学们怎么没上课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刚才这儿出点小事，这不，马上就完了。同学们，快走吧，走吧，啊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同学们，天这么晚了，在这干什么呢？宿舍里没有火呀，还不如厨房里暖和。烤火炭呢？我们不是官费吗？为什么不买炭呢？哼，谁知道？同学们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，咱们再改一改啊，来，把火加大。来，坐，都坐下。坐下。你是哪儿的人呢？伊犁的。哦，你呢？阿克苏。啊，我们都是外县来的。同学们跑这么远的路，到这儿来念书啊？很多人都是派差来的。哦，派差？是啊，乡长硬派我们来的，不来还要罚款呢。家里没人干活，爸爸来信还叫我回去呢。我们家里也一样啊，学校里要什么没有什么，同学们怎么能念书呢？是啊，看来同学们家里都很寒苦的，生活的不好。不过要是有机会能念点书的话，还是念点书好啊。啊，有困难，想办法来解决。杨校长，你再给我们讲一段打日本的故事吧。你们知道的已经不少了，现在应该叫所有的人都知道，日本鬼子在侵略我们的国家。那不要紧，报纸上都登着呢。哦，要是那些不看报纸、不识字的人，可怎么办呢？啊？哎，我们去宣传。用什么去宣传呢？唱歌、演戏、贴标语、撒传单，什么都行啊。杨校长，杨校长，哎，朗诵诗行不行？当然也行啊。
斗争，你就是我的情人。斗争，你就是我举世无敌的情伴。斗争，我愿为你哪怕死去千次半遍。斗争啊，快把我搂抱在你的胸前，我和你是情投意合的伴侣，我愿为你牺牲。你是赖里，我是买进，没有你我怎么会安宁。太好了，这真是一篇杰作，简直是块宝石，蓝色的宝石。是宝石，可是宝石只不过是富人的装饰品呐、啊、穷人呢需要的是粮食。很用功啊，有写诗的才能。对诗，我是外行，可我很喜欢诗。你说，人民需要的是什么？粮食。对，还有子弹。尤其在今天革命的时代，人民是多么需要诗啊。你的诗能够打中敌人吗？看起来不论从古至今，从中国到外国，诗人，人民的诗人都是要战斗的。左龙先生，说句实话，新疆地处边陲，外有苏联，内有共产党，情况很复杂。我看这次圣督办对我的任用，其目的在于一旦风云有变，好为党国效劳。我看当地青年有很强烈的民族情绪，你要抓住这个问题，多做一些工作。马海，你的几首诗写得很不错，比以前大有进步，不愧是我们维吾尔族优秀的子弟啊。千百年来，我们的民族受尽了侮辱，如今
世界大战已经爆发，汉族人自己都管不了自己。现在该是我们维吾尔族出头的日子了。是啊，你说的对。老师，我以后一定要听你的话。对对，你这就对了嘛。你要明白，我们不能够依靠哪一个民族来解放我们，我们呢，应该走自己的路。年轻人，长点心。姓杨的，他是个汉族人，你跟着他跑，能够使我们的民族得到解放吗？这简直是笑话。朋友，你真用功啊，又在读诗吗？朋友，我实在是太佩服你。特里夫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你应该放聪明一点啊，不要什么事情都听杨校长的。为什么？你忘了我们共同的理想，让我们的民族勇敢地站起来。哎，是啊是啊，你想想，他是一个汉族人，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理想吗？啊，朋友不爱听嘛，好，咱不谈了，那作诗吧，朋友。我有一个大的计划，我准备写一首长诗。写谁？阿古北。为什么要写他呢？我要让全世界所有的人全知道咱们民族的光荣。哼，给英帝国主义当走狗，出卖祖国的光荣吗？哎，你看，你不要老反对我嘛。告诉我你的计划呢？我没有那么大的，小的也可以呀。给我写一首吧。给你啊，哈，我编的强暴啊。啊，我的诗人，你来了，诗呢？有了，拿来我看看。还在脑子里啊？好，没关系，你念吧，我来写。中国，中国，你就是我的母亲，你就是我的故乡，因为我们四万万各族人民在你温暖而纯洁的怀抱里生长。哎，起得平常啊。我们兄弟姐妹勇敢而坚强，我们团结的像一个人一样，我们深深的记得是谁欺凌过你，这笔债一定要清偿。喂，历史别倒转，你已经走过那艰难而黑暗的时期，如今在你光荣而洁白的一页上写我们自己。穆特利夫，你疯了。写吧写吧，我们要的是诗。啊，这不是诗吗？哼，全是政治口号。火山已经爆发了，暴风雨也到来了，难道你就能这样平静吗？好吧，我现在不跟你争吵，找老师去评评理。不，我们要让同学们听一听。写吧，中国，掀开你历史的新页，写上那
战火纷飞的岁月，写吧，写那战斗的起点，东北卢沟桥；写吧，写那英勇的爱国志士，年轻强悍的战斗员；写吧，写那高山峻岭中奋勇杀敌的游击队员。我不承认这是诗，它破坏了民族的传统，简直是我们的叛徒。谁要是不愿意听的话，咱们就请他出去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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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快到操场集合！同学们不要吵，左龙老师跟我们说过，我们做学生的职责是要好好的念书，好好的念书，大家不要。班海，你在这胡说什么？同学们操场集合。同学们，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再也不能沉默了，摆在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，是跟着国民党走呢，还是拥护共产党抗战到底？哎，同学们，同学们，现在的事情非常明显，我们用不着共产党，也用不着国民党，我们热爱的是自己的民族。同学们，我们是爱自己的民族，可是我们更爱我们的祖国。新四军是保卫祖国、坚决抗战的英雄，是我们的好兄弟。当他们把枪口对准了日本鬼子的时候，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，不去打日本，反而进攻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军，制造了血腥的皖南事变。杨校长，你看看，这像什么话？这一帮血腥的闹学潮！我支持同学们的正义行动啊！同学们，我们坚决抗议国民党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，不允许国民党屠杀人民，不允许国民党制造内战，不允许国民党投降敌人。同学们，现在我宣布同意同学们的正义要求，游行。我们不能过分相信盛世才的进步表示，他是个野心军阀，从来也不会忘记想做新疆的土皇帝，对他要提高警惕，一方面争取他进步，另一方面也不放松对他的斗争。他要倒退闹分裂，我们就罢工罢课反对他。哎，到了那时候这些恐怕就不行了，盛世才的军队警察还不镇压，怕什么呢？先动武力的话，咱们就跟他闹革命。闹革命可不像演戏那么容易，革命的道路是艰巨的，有时候甚至要流血牺牲才能换得千百万人的自由和幸福。杨叔叔，那你说盛世才为什么现在表示进步呢？现在的国际国内的形势对他都不利，他还不敢呢。可是局势终究会有变化。
正像杨校长所预料的，国民党匪帮发动了进攻皖南新四军的反共高潮之后，新疆统治者盛世才自然不甘落后，赶紧撕去进步的伪装，充当国民党反动派反共的急先锋，造成了新疆的严重局势。打开！走，快，快！他妈的！大司令，下车！快上！上！马上上！上！上！一定要走，你考虑一下到什么地方去。伊犁，我的家就在伊犁，那地方我熟，我们的人有的是，人熟地熟，那儿的老百姓有反抗统治者的传统。伊犁好地方。校长，你怎么办？校长，陈华被捕了。哦，我估计到了，盛世才这个狼种猪太不讲信义了，真是又蠢又狠。我的李夫，冷静一点。哎，校长，这太危险了，我看你还是离开这儿吧。离开这里？不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呀。我们要坚持到最后的一个时刻，所以要离开这里的不是我，而是你们的。我？我们？朋友，再见吧。怎么，你准备走了吗？到哪儿去？刚才跟校长研究好了，去伊犁。伊犁。我跟你去。为什么都去伊犁呢？新疆这么大，有的是地方。过去我在南疆一个县里当过一阵子县长，那个地方很不错呀。什么地方？阿克苏。阿克苏啊，那儿的老百姓受压迫很深，又善良又勤劳，我看你到那儿去还很合适。好是好啊，我才念了几年书，能干些什么呢？农民也需要文化，你还可以写诗吗？用诗来教育农民，也可以打击敌人。你说对吗？对，校长说的对，我决心去阿克苏。好，阿克苏，哈斯木江，去伊犁，一南一北。太好了，我祝你们工作顺利。校长，我绝不会屈服。校长，
我永远记住你的话。好，就这样决定了。不管形势多么严重，我相信乌云永远遮不住太阳。再见吧。再见。杨先生，生督办请你去谈话。繁星在我面前闪耀，我时时刻刻不能忘记，坚韧、勇敢就是胜利。在斗争斗破上，死亡对我是何等的渺小。我要跟射手们牵起手来，在前进的道路上，紧紧地跟随着骑手。在战斗的疆场上，始终不显出疲倦。我要走遍一切通向胜利的道路。岁月，你便得意的狂。在你面前，我宁肯断头，也绝不受你凌辱。岁月，你别为催我衰老而过分的枉费心机。我会把我的儿子予给最后的决斗。这个已经递补了，这个也送他回老家了。穆特利夫是个年轻诗人，跟杨校长很接近。我知道，那是不是把他？现在大局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，应该是安定民心的时候。那，哎，我们把线儿放长点，好好的注意他的行动。
现在能不动的，暂时先不要动。这是政治啊，是，是。英啊，英啊，为什么你那么得意的在天上飞？你看不见我还在地下好吗？年轻人，不要这么灰心丧气嘛，啊，你不知道现在的世界是我们的了。我们的，我们民族的。行行吧，现在全中国只有一个民族。那我们呢？我们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。振作起来吧，年轻人，你的前途远大呀。我能做些什么呢？马克苏去吧，到了那里你可以找到最满意的事情，你可以拿到最高的薪水。啊，啊，在路上花吧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一定听老师的话，我太感谢你了。Şemiz kadar geldi. Aliye yemedin canım yaman. Aliye yemedin canım yaman. 阿哥，你的歌唱得真好啊。为什么不给你的车上点油啊？为的是让他在路上给你拉琴吗？先生，这可让我怎么说呢？没有油，有我的嘴，哪有油有我的车呀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谁叫阿克苏的老百姓啊爱唱呢？谁家的车啊都会拉琴的？那你们的油呢？油？让蝎子给吃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先生，说不清哦，你住长了就会知道的。对，这你们上哪儿去啊？阿克苏，小伙子上来吧。这条路啊
走起来可不容易啊。啊，老总，我刚制裁回来，我谁他妈废话？下来，掉头，我伸着头，快，走，快，快，我伸着头，去你妈的！上，快，掉头，快，走，快，我，走，去，快，上来。他找到，在阿克苏报社当编辑，上边有指示。注意他的行动，你要保持绝密身份，这是你的代号。这是好肉吗？我不要骨头。老总，你拿去，给多少钱都行啊！谁叫羊天生就长骨头呢？混蛋！肉不要了，给我钱！给我钱！哎呦，老总，你没给我钱呢！没有钱，跟我走，走！老总，你放了我吧，放给他。啊？你为什么这样不讲道理？怎么着？你还要多管闲事吗？啊？要管，在这儿就不许你撒野。好小子，你教训起我来了。嗯，走。嗯，你要多少钱？五块。哦，八海。啊，我特里夫。你好。我的朋友，你看看，你来了这么久了，我还不知道呢。真是抱歉。你在这儿做什么？我在这儿教书啊。怎么样？你还在想？这可是穆特利夫写的呀。战斗，战斗，连姑娘都要战斗，那还成什么世界？哼，简直是胡闹。Thank you.
谢谢，看样子你很喜欢这个歌啊。是啊，我很喜欢听啊。那好啊，那好。你要是喜欢听，那我就找一个人给你唱一唱。谁呀？我的女儿。哎呀，你在这儿啊，你可叫我找了半天了。哎，走，快走吧。麦西利夫，阿克苏有名有姓的人全去了。不，我没有时间的。哎，就在维文会，大伙儿都等着你呢。来，走，快走吧，你不去怎么成呢？哎，走走走。
欢迎，请。哦，来了来了啊！哎呀，欢迎欢迎欢迎！哎，我说嘛，金子绝不会埋在土里头，这不是来了吗？欢迎欢迎！朋友们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！大家所盼望的诗人穆特利夫，他来了。早安，阿卜杜拉。你好，你好。伊布拉伊。穆特利夫。斯拉姆江。维文会副会长。怎么，不让我认识认识吗？啊，诺尔尼莎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朋友们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坐坐坐坐坐。朋友们，现在麦西列夫开始了。不管你夸奖还是不夸奖，春天的花朵已经在我们这儿开放。念呢，念呢，念吧。心里的花要开放，看守住你的花园吧。小伙子要到花园里来，不摘花他不会走啊。你们想背着我玩，那可不成啊！啊，我早就知道了。现在按照我的规矩，一个人也不许走，你们好好的玩吧。谈吧。别走啊，大家谁不许先走啊。穆特利夫，真是对不起你，没想到他这个时候会来。哎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。你太性急了，这些人在阿克苏都是有权有势的人，不能随便得罪他们。穆特利夫，阿克苏的青年就像在沙漠里一样，他们多么需要百灵鸟的歌声啊。怎么样，兄弟，给我们写几首诗吧。啊，不，怎么，穆特利夫，你连诗也不想写了？不是，不是，最近我搜集了一个关于塔伊尔和佐赫拉的故事。这是一对有理想的青年，他们为了美好的愿望，不怕国王的强暴。这种勇敢的精神使我非常感动。我真想，怎么，要写成个剧本吗？对，一个剧本，而且是一个歌剧。太好了，那让我们成立一个剧团吧，阿克苏的第一个剧团。
好嘛，我的朋友，你倒会享福啊！怎么样，你的剧本呢？好了。给你。啊，写好了。别看，你倒是说呀，怎么都忘了？什么呀？瞧你刚才说好了的嘛。啊，我的兄弟，让他演个主角吧。唱吧，阿克斯的百灵鸟。走吧，看戏去吧。咱们也看戏。Thank you.
总局长的命令，这个戏不许演。 不行啊，兄弟，在阿克苏这个地方没有后台老板是不成啊。王爷，这个事儿啊，您得帮帮忙啊。哼，大河里涨水碍不着鸭子的事。王爷，在阿克苏，谁不知道您王爷说一就是一，说二就是二。再说，王爷，您又是维文会的正会长。 这个事儿，您不管，那怎么成啊？嗯，好吧，叫我管也成啊。可有一样，你们卖票的账要交给我。行啊，只要戏能够演出，那就成了。哎，射出的子弹可回不了枪膛哦。<笑>那说出来的话，可不能再回到嘴里啊。好吧，我到警察局跟总局长商量一下。好。 老百姓啊，多么喜欢看这个戏呀！一听说不叫演，连肚子啊都给气胀了。斯拉木江找了王爷，才把这个事弄成了。这回可就好了，这回我们一定要把戏演好。对对，一定来。老总，不能要，我们实在不能要。不行，这是警察局董局长的命令，不分穷富，一人一张。 不不，老总，我实在不能要，我们连饭都没有吃，这还让不让我们活下去了？老总，不能要，我管不着，劝你呢。啊！你这是干什么？哎，这是国事。老大娘，我们连饭都吃不上啊，哪有钱买票啊？什么票啊？看戏的票啊，这不是警察局给派下来的。 2块白洋一张啊！啊！你们看，这是怎么回事情？这是怎么回事情？这不让咱们老百姓坑家荡产吗？哼，真奇怪，看戏嘛还要派票，真没有听说过。我退步。要不是你们演戏，也不会出这事儿。哎，这跟我们演戏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回有人发财了，哼，倒霉的还不是咱们老百姓啊？ 为什么不让演？你说呢？这样下去，这个戏看没演吗？你说呢？我这是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？简直是愚蠢！小伙子，这个事儿啊，不能怨他呀！啊？难道怨我吗？是啊，警察局太可恨了，穆特里夫，你说怎么办？ 乡亲们，我们的戏不演了。对对，不演了，不演了。孩子，戏是好戏啊，阿克苏的人爱看呢。老爷爷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好。
让我们给他们演出去。我们上哪儿演？下乡。还有良心吗？啊，收成这么好，关姐的欠粮，王爷的租子，你们一颗也不交，没有王爷你们指着谁吃饭？该死的穷鬼，你们的心都给狗吃了。哎，使一点劲儿吧，有情有义的打也打不出伤来啊。抢走了！妈的，敢的，敢！你们想要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们整天的躺着想吃馕，叫我们这些轮砍土蛮的吃沙枣吗？什么？想找死的乌鸦还敢跟鹰斗一斗？你们都听着，董局长的命令，王爷的欠粮，一颗也不许少。少了一颗，我让全村负责。走！你给我粮食，你给我粮食！听着，没割完的麦子快割，三天以后我们还来。干什么？我们来给你们演戏来了。演戏？哎，演戏能管得了什乡亲们，我们要给这个孩子报仇啊！乡亲们，我们要给他报仇啊！
他们不叫我们活，我们也不叫他们活。乡亲们，给我走啊！这些全是国民党和财主给逼的，我们也干起来。对，兄弟们，他说的对，咱们要是不拔这个祸根子，咱们老百姓就永远也没法活下去了。是啊，我现在才明白，农民需要的不是宝石，而是粮食。农民们已经下了决心，可我们呢？朋友们，有决心的咱们就一块儿干到底。阿哥说的对，我跟着你。要战斗就不会没有困难，就不会没有危险。你说吧兄弟，我们大家全都听你的。是，要是遇到困难谁也不动摇，遇到危险谁也不叛变。好好，小伙子们，沙子要积累可以堆成山呢。从此我们都是战友了，咱们都是一条心了，就是要推翻反动派的压迫，争取人民的自由。回到阿克苏之后，我们要宣传，要扩大我们的力量，万一出了事情，拉出城来和农民们联合起来干。对，阿哥，我们这伙也得有个名啊。就叫青年火星同盟。好极了，真是，哎呀，好极了，好好好，真是太好了。这次吴主席委派兄弟担任阿克苏警备司令，在这非常时期，各位要有效忠于党国与城池共存亡的决心。最近几个贼娃子造成了大乱，就是因为领导无方，镇压无力，今后必须用法从严，宁可错杀一万，不能放走一个。董局长，你说呢？是是。从今天起，本司令宣布，全城戒严。好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太好了！别乱举啊！站好了！站了！不要乱举！不要乱举！班长啊，我们这些人呢、啊、全是剧团的，不行，谁也得检查。干嘛不让走啊？走。
朋友们，伊犁革命军马上就过来，派我们纳二零同志跟咱们联系。朋友们，我们不了解这边的情况。我们这边的情况是这样的，七五团的兵啊不多，可是官长竟是空名的，要打仗还得先抓老百姓去。老百姓的气受够了，火一点就着。你们有枪吗？国民党用武器杀我们，我们打他也得有武器啊。是啊，同志们，我们盼望了很久的这一天眼看就要到了，让我们为革命，为阿克苏的老百姓战斗吧。第一是人，第二是枪，有了这两样，再加上伊犁革命军的支援，让我们在阿克苏的绿洲上掀起一场革命的风暴吧。朋友们，十天之后我们的队伍有个兵大板包围阿克苏。好极了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把他抓起来。哎，走走走走，坐这边来，你过去这边来，进去，都带走，那边那边去。特里夫，哦，巴海，哎呀，你来了。我听说你出事了，我心里头非常着急。哎，看看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，这简直是对我们民族的侮辱啊！这怕什么？我们的人还多着呢。国民党也太野蛮了。难道我们写写诗、演演戏，这也算作犯法吗？这些事我还想参加的。不，我们为了争取民族的解放、自由，才闹革命。是啊，我们的民族应该是独立的和自由的。但是我们绝不依靠别人来解放我们自己的民族，我们应该走我们自己的道路。自己。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民族英雄啊。最近我还想写一首长诗来歌颂我们民族的光荣。怎么，莫特利夫，莫特利夫，你不能这样就算完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们绝不会向反动派屈服的。好啊，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呢？我们要消灭国民党反动派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你们有人吗？人有的是，老百姓和我们一条心，
还有伊犁的革命军。革命军？对，伊犁的革命军，加上老百姓，要多少人有多少人。到时候，我们就像烧狮子一样，把国民党反动派烧光。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呢？坏蛋！站住！快点！年轻人，放聪明点。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啊，要活的话就写个悔过书，咱们司令啊可以饶恕你，不然的话你考虑考虑。写吧，写吧，写吧，啊！带走。为了解放，我们的胸膛像火一样的燃烧，在火的战场上举起不知疲倦的臂膀，为了解放不惜牺牲，我们把胜利的战鼓敲响。